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nie 方，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一起参观一下位于列治文的这间 Townhouse。这间 Townhouse 有三层，面积有1300尺，有三个房和三个洗手间，另外还有两个车位。好了，大家不如看一个住层先。主层我们有9尺的楼体，另外还采取开放式的设计。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客厅，客厅有一个 gas 的壁炉，隔离就是我们的饭厅和厨房。厨房的台面用了石英的台面，再加上不锈钢的厨具，另外还有度身订做的厨柜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收纳空间有很多的。厨房隔离还有一扇向南的大窗，我们可以放一张小的餐桌在这里吃早餐下午茶啦。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放一张工作台在这里做一个小型的工作间。另外我们这一层还有一个洗手间，可以供客人使用。我们这个 townhouse 其实是正中大旺的，是十分之方便的。就算不揸车的话，你走路都是几分钟的就可以去到附近的 Garden City 购物中心和中学和小学的。我们的中学就是 Palmer Secondary。好，多谢大家今天同我一起看这个7651 Turnill 街这个 townhouse。如果想现场看房的话，就即刻联络我啦。多谢。